现在就下载九八新闻台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轰趴，访问的是资深乐评人和广播节目主持人袁永兴。永兴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是第二次播出的，这就是 Part 2的来自中南美洲的歌声。先来谈一谈这今天大致上怎么样一个布局。我还是把经典的跟近期的歌都有收录这样。所以六七八九零到这世纪的歌大概都会听到一些些，所以大家也许可以在听的过程当中可以感觉一下，比如说那个曲风，那个录音的感觉，然后那个唱歌的口气跟整个拉丁的我们一些印象中的除了热情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性格在这些歌里头。你刚刚讲是从六零七零八零九零一直排到现在是吧？对，但我没有按这个时间轴，我只是把这个曲台的时间轴拉得比较宽一些些。对，所以每个时期的歌我们大家都会听到一点这样子。第一首为我们介绍的是 Mandolivea，Mandolivea 是 Free World 这个意思，这个团大概在1980年代中期就成立了。然后他们成立的时候其实是想把80年代在欧洲流行的一些电子合成乐器跟在美国已经有一点点巴西的饶舌嘻哈音乐跟巴西的圣巴拉巴萨诺瓦这些音乐看能不能做出什么样 不同的结合。那他们这样的尝试大概到了90年代初期在巴西的音乐市场获得了蛮多人的认同哦。所以就变成说在他们的歌曲里头你会听到一些西方的流行摇滚啊，一些比较节奏性的东西，嘻哈的东西，但是他们还是有把巴西的那一种大家对于那种热情的圣巴或者是一些比较慵懒的巴萨诺瓦的歌曲都结合在这里头。那也算是在90年代带起一股风潮，就是有一种新巴西音乐的感觉。所以它也是葡萄牙文的。Yes。对，一首歌曲叫做 Mil Esquema。Mil Esquema。Esquema， 对 ，Esquema 是那个计划的意思，就是英文的那个 scheme， 对，那这个歌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倒吃甘蔗，就是渐入佳境，越听越会被卷进这个旋律跟音乐当中。Mil Esquema， 那个 Mil M E U 是什么意思呢？我的 my 哦、oh, my scheme， Mil Esquema 不是没有计划，我的计划，我的计划，来，我们来听一听。
aceitou Rivaldo Maravilha mandando um gol Minha chapação我们在听这些拉丁音乐的时候会感觉到很轻松很愉悦或者说更容易让我们在旋律之中放松可是永兴在做这些歌曲的搜索和研究的时候可花了不少力气听说永兴啊嗯，听说你还先把这些歌都先用英文理解一遍在因为他们原文都是葡萄牙文跟西班牙文啊，你一定要先把它转成英文而且有时候转成英文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流顺、啊、我跟你讲刚才的三四分钟里面我只听懂一个字 Fantasy、哦、Fantasy 嗯，好像就是传奇幻想曲、嗯、对啊是吧是是是因为这首歌就是在讲说它是我的故事它是我的避难所它是我的幻想它是我的 fashion show 它是我的狂欢节它是 everything 它就是我人生的计划、嗯、这样哦所以那个 fantasy 是从这个幻想 狂想和幻想来的对对对对对从这里来没错 Ela é meu treino de futebol Ela é meu domingão de sol Ela é meu 它是我的是吧对 Ela é meu meu 就是我的好终于会了一点点百万分之一的葡萄牙文来接下来 Now Anche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巴西很重要的一个音乐歌手、哦、叫做 Cantino Veloso Cantino Veloso Veloso Cantino Veloso他其实很早就出道了、哦、他在60年代就已经透过戏剧诗歌音乐等等大量的发表他的作品那因为刚好1964年巴西换成了军事独裁统治、嗯、所以他那时候也因为这个事情有改变到他在音乐上的一些想法跟做法他开始把大量的一些比较对政治有意识形态的想法放进在可能在演唱会的表演过程里跟一些新发行的歌曲当中在1968-69年的时候巴西军事独裁政府就认为 Cantino Veloso 的音乐跟他的演唱会上的一些举止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具有认知作战的威胁性、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让他跟另外一位我们之前说过后来当了文化部部长的Gilberto Gil 呢两个人呢就是被巴西流放到欧洲去然后他后来在伦敦过了2年的生活是、嗯、直到1972年才又再回到巴西然后回到他音乐跟表演的工作上、嗯、那他的音乐一直到80年代后90年代才开始在巴西以外的世界各个地方流行了起来、哦、到目前为止他拿过2座格莱美9座拉丁格莱美奖、嗯、并且在2012年被拉进了就放进了这个年度就有点像那个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名人堂里头是对那你刚才说的 Gil 他后来当了文化部长而这个 Cantino Veloso 他有没有在政坛上他倒是没有进入政府或官职的这一块、那他算是很早期把比较流行音乐的市场里头他会想用一些自己的方式把一些民族性的音乐或我们知道中美洲其实有一种音乐形态叫 Ska SKA、嗯、Ska 曲风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了Reggae 雷鬼音乐、嗯、那在雷鬼音乐之前的 Ska 曲风比较怎么讲 Tempo 比较快然后一定都会有 Home Section 就是管乐组所以听起来整个的那个中美洲的那个热情的那种缤纷的色彩会更强烈一些些、嗯、那这首歌也有带一点点 Ska 的曲风叫做 Now Inch Now Inch Don't Kiss Me 就不要弄我了等一下Now 就是不要对不对对 Inch Inch 对 E-N-C-H-E 对
Don't tease me、嗯、哦，就没有受词、嗯、No kiss、啊、其实就是 don't tease 啦，但是他没有密写进去啦、嗯、就是不要弄我，不要弄了别搞了Now NG Me larga, não enche Você não entende nada, eu não vou te fazer entender Me encara de frente É que você nunca quis ver, não vai querer nunca ver Meu lado, meu jeito O que eu herdei de mim, a gente nunca posso perder Me larga, não enche Me deixa viver, me deixa viver, me deixa viver, me deixa viver Cuidado, oxente Está no meu querer poder fazer você desabar Do salto, nem tente Manter as coisas como estão porque não dá, não vai dar Quadrada, demente A melodia do meu samba põe você no lugar Me larga, não enche Me deixa tentar, me deixa cantar Me deixa cantar, me deixa cantar Eu vou clarificar a minha voz Gritando nada mais de nós Mando meu bando anunciar Vou me livrar de você A pia, a aranha Sabedoria de rapina e de redar, de redar Pirua, piranha Minha energia que mantém você suspensa no ar Pra rua, se manda Sai do meu sangue, sanguessuga que só sabe sugar Pirata, malandra Me deixa gozar, me deixa gozar Me deixa gozar, me deixa gozar Vagaba, vampira O velho esquema desmorona dessa vez pra valer Tarada, mesquinha Pensa que é dona, eu lhe pergunto quem lhe deu tanto axé À toa, vadia Começa uma outra história aqui na luz desse dia de Na boa, na minha Eu vou viver 10, eu vou viver 100 Eu vou viver 1000, eu vou viver sem você永兴，是 Now NG 这个歌，你刚刚是不是提到的是它也是有一种早期的饶舌歌的趣味？也不太算饶舌，因为他的歌大部分其实比较接近新爵士跟民谣啦。嗯，那这首歌是他比较，我觉得比较缤纷热闹一点的曲子啦，但是又不是那种很快板的节奏，嗯，然后歌唱起来有一点像是在念，但是其实是在唱这样子，因为这首歌充满了他应该是对当时的女友的不爽，因为歌词里头出现了很多骂女生是流氓啊、吸血鬼啦、小气鬼啦，就是都是这一类，他就是抱怨是吧？抱怨，对，很多的抱怨。最后他的歌是讲说，我可以再活十年、一百年、一千年，就是没有你，我都可以很好。然后你再这样弄我的话，我就是一直用声把，一直用唱歌的方式让你乖乖的这样。嗯，这是 Caetano Veloso。Caetano Veloso。嗯哼，不过他像你刚刚提到的这几位啊，包括那个 Mondo Livre、Mondo Livre。
他大概都是多大年纪？是哪一个世代的歌手？像 Cantando Veloso 是1942年出生的，所以算一算，现在已经1942年，哦，那一九四二年出生，70多岁了。对对对，然后我们前面听到的那个 Mundo Rivera 是现在大概也50、60几了吧？嗯哼，因为他们都很早就在乐坛建立他们的知名度了。是。好，那接下来你要为我们介绍的是 Santana， 也很老，你应该也知道了 Santana。Santana， 呀，因为他们算很早，就是从墨西哥往美国市场进攻的一个乐团。那早期的他们就是很典型的墨西哥音乐、拉丁歌曲，然后想办法融入在70年代在美国主要的比较摇滚的曲风。那但是他们还是会用自己的语言，就是拉丁文唱歌这样子。那西班牙文少数，对对，是啊，就是极少数在当时没有英文歌词可以打进到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的一首歌曲，叫做 Oye Como Va。Oye Como Va 是 Hey How's It Going 这个意思。嗯哼，就最近怎么样啊，如何啊等等的，所以他也没有很多复杂的歌词，反而是比较强调乐手的演奏技巧跟这首歌的一个 vibe。一个氛围这样子。那他们一直到2000年一张专辑 Supernatural 才在算是美国的市场，因为那张专辑卖了1500万张，隔年他们拿了9座还8座的格莱美奖。可是他们其实在1967年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就在美国 Billboard 拿了冠军，里面就放了我们待会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Oye Como Va。 可以多谈一谈 Santana 这个乐团吗？ Santana 是在1967年成立的，那最主要是他们的灵魂人物 Carlos Santana。 那他们算是很早期大编制的一个乐团，除了 guitar 之外，他们也有这个打击乐手、鼓手、风琴手，所以他们的阵容5、6个人蛮多的。虽然团员来来去去，可是都是一直维持着蛮大编制的一个状态。那1970年他们发行的专辑拿了冠军之后，之后他们每一张专辑发行大概都可以在 Billboard 的专辑榜拿到第一名，可是他们一直有成功单曲，就是我刚刚讲1999年发行的 Supernatural， 然后那张专辑等于把他们送到了这个乐团跟 Carlos Santana 人生的最高峰啊。那到目前为止，他们截止到2010年，他们就已经卖总共超过1亿张唱片了。哇，不得了。对，这个 Oye Como Va 是什么意思呢？歌的歌名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yeah. 怎么样？你还可以吗？ Yeah, yeah, 怎么样？ Hey. 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好吗？你怎么样？打了吗？打了吗？打疫苗吗？Go Oye Como Va。
永兴啊，是啊，哎，他还有大段大段的很炫技的这种表演啊。我刚刚说他们其实这首歌唱的部分不多，反而很重视乐手的表现，因为这首 Oye Kovova 早期是1963年 Tito Puente 的作品，那他是比较恰恰的感觉，嗯，后来Santana 把这个歌改了，他们把原来那个歌的铜管乐器拿掉，然后长笛的部分换成了电吉他，然后再加了一些电子琴，跟加了一些套鼓、drum set。所以就把那种拉丁摇滚结合的，就是你现在回去想想那个1970年代，这是一个很大胆也很新的草创的一种新的混搭的手法吧。他这种表演我觉得非常类似这爵士的这个样，因为 Oye Kovova 早期那个 Tito Puente 他是一个 Mambo 跟拉丁爵士音乐家，没错，嗯哼，这样，所以可能每一次演唱或演出的时候，这中间大段大段的演奏都还相当有相当即兴的成分哈。对啊，也让乐手有机会轮流往那个舞台正中间秀，去发挥一下，炫技一下的。嗯哼，娱乐轰趴访问的是袁永兴，为我们带来的是来自中南美洲的歌声 Part Two。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娱乐轰趴单元访问的是资深乐评人和广播节目主持人袁永兴，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来自中南美洲的歌声 Part Two。 接下来这个是 Hasta La Raiz 是吧，这首歌他的名字叫做 Natalia Lafourcade， 那是歌手的名字，这首歌叫做 Hasta La Raiz。 嗯哼，那我们刚前面听的都是比较90、80、70，这是算比较靠近我们现在的歌了哦。但是可以讲一下这位女歌手了，Natalia Lafourcade。她1984年出生，最早的时候是加入有点像那个什么辣妹合唱团那种偶像女生的团体，在1998年，那个时候她也不过才15岁吧。嗯，那2000年的时候，那个团的经纪人就建议她，你要不要自己试着写写歌？因为后来她发现，这个女歌手，Natalia Lafourcade 的爸爸是作曲家，妈妈是钢琴手，连舅舅都是那个作家，都是来自于智利。他觉得他应该有这样的天分跟细胞，所以他2002年开始就变个人的音乐事业。那他才不到二十岁左右，对，对，就是算是20岁左右就开始做个人的音乐生涯的规划这样子。可是到现在2021年。他就这样十几年内拿了14座拉丁格莱美奖，跟2座 Grammy 的年度最佳拉丁音乐专辑。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他2016年包办的拉丁格莱美奖的年度歌曲、年度唱片、专辑录音、另类歌曲、另类专辑，拿了5座讲座的作品《Hasta La Raiz》。Hasta La Raiz 是什么意思呢？Down to the root。Down to the root， 伸直的意思。嗯，那这歌算是很难得的，就是我们有机会听到中南美洲也有比较民谣的旋律配摇滚，带有弦乐的摇滚的曲风的歌曲，是一个很好听的歌。嗯，这个伸直就是很深的去种植的意思，是吧？对对 对， 对，那个 root 是 root 的意思。Yes， yes。嗯哼 ，Hasta la raiz。对。Aparezcas tú una tarde, subo una alta loma, mire
habrá manera, mi rayo de luna, que tú te vayas. Hasta la raíz, 升职。这首歌还有可以值得介绍的故事吗？我一开始不认识他，我也是在准备资料的时候一直就是到处点啊听，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女生的音色很柔软，可是她唱歌的口气跟性格都很刚烈，嗯，就是给我一种非常有趣的结合哦。Natalia Lafourcade，嗯，那听到这首歌《Hasta la Vista》的时候，就觉得说哦，然后我一开始是被这个节奏跟旋律吸引，然后就把歌词找出来的时候，嗯，其实这个升职的意思在一句歌词里我才懂，嗯，他那句歌词是说，当我用蓝色的笔在白色的沙子上用力写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其实是想把你给忘记。嗯哼，所以跟那个升职的意思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嗯哼，他用力写，但是他其实是要忘他。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嗯哼，有一点诗的趣味了哈。要有点诗的趣味，没错。嗯 ，Natalia Lafourcade。Yes。下面一首歌，我好像在几十年前就听过。应该是你，我应该是念大学的时候吧，嗯，是吧？但是当然后来 Eric Clapton 把它唱到更红了，因为 Eric Clapton 的版本有唱到全美 Billboard 的冠军哦。嗯，那原曲是 Bob Marley。我们讲中南美洲的时候，我们讲中南美洲的音乐应该不会少掉雷鬼乐这件事情。嗯，那如果讲到雷鬼音乐，就要讲到这位大师级的人物 Bob Marley 哦，来自牙买加。那，这首歌曲光看歌名就蛮那个的，哎，那个时候我记得在报纸上啊，每个礼拜都会有这个排行榜嘛。这首歌在第一名好几个礼拜。那是有翻成中文吗？因为我觉得很有。为什么我记得？因为因为歌名本来很长的 ，I shot the sheriff, but I missed the deputy。嗯，对吧？我射杀了警长，但是我没射中那个副警长。对，那后面的半句。也应该是他完整歌词的一部分。是啊，是啊，他是这样唱的。对对，但是一般都是说 I shot the sheriff。来说说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其实雷鬼乐虽然大家听到就会觉得说哇，好像很慵懒啊，到了热带海边啊，都会听到雷鬼乐这种东西。可是其实牙买加当时雷鬼乐发展出来的时候，那个歌里头都是在透露很多特别是在讲不公不义事情的故事，就是有社会正义在里面，是吧？对，社会正义的实践哈。甚至有一段期间，雷鬼乐红到英国的时候，很多支持工党的乐团，他们都会用雷鬼的风格去讲类似的故事，对，这种公益不正的这些事情的这个申诉哦，在这个歌的故事当中特别的多。那 Bob Marley 的这首歌也是一个，因为牙买加其实在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当中是受白人压迫很严重的时期，而且他们可以非常，特别是像歌里头一些白人警官可以很蛮横无理的去对待他们这些一般小老百姓这样子。所以 Bob Marley 写了一首这个歌的故事，就是在讲这样的情况。甚至这个歌后来让很多做饶舌音乐的黑人把它当作是一个指标性的歌曲，就是你看几十年前 Bob Marley 就已经遇到这种事情，还写成了歌，还用雷鬼乐。我们到现在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当中，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过了快半个世纪的时候。是，而且所以 Bob Marley 等于把这个歌种了一个很深的种子进去，是，也是一个升职哈。我觉得 Bob Marley 很可能已经有预见的能力，预知我们今天想要给警长打高端疫苗。哪个警长啊？ I shot the sheriff, you know, I jabbed the sheriff. 来 ，I shot the sheriff, but I missed the deputy. I shot the sheriff, but I didn't shoot the deputy. Oh no, oh. I shot the sheriff, but I didn't shoot the deputy.
疫苗，I shot the sheriff with 连雅疫苗。永兴，永兴，永兴，我们现在在听什么？这是巴西的歌手 Sergio Mendes 的 Mascarada。Mascarada 什么意思 ？All right, all right， 好了，就这样了。就这样，好了，就这样。我们先听一小段。OK。Que eu quero passar, pois o samba está animado. O que eu quero é samba, este samba que é misto de maracatu. É samba de preto veio, samba de preto du. Mas que nada, um samba como este tão legal. Você não vai querer que eu chegue no Que eu quero passar, pois o samba está animado. O que eu quero é samba, este samba que é misto de maracatu. É samba de preto veio, samba de preto du. Mas que nada, um samba como este. Mas que nada, Yongxin, 为我们介绍一下 Sergio Mendes。Yeah, Sergio Mendes 他算是高产量的一位巴西音乐人，他到现在录制超过55张专辑，非常厉害啊、那2012年，他曾经被邀请为一部电影叫做《里约大冒险》，Rio 讲两只鸟，稀有的种类的鸟，一直都住在人类的家里，后来被小偷偷走，然后放到那个丛林里，他反而不认识自己的。鸟家乡的一切这样子，然后就有了一连串冒险的故事哦。那这个电影做配乐跟歌曲，他也因此而入围过奥斯卡奖这样子。是，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Mascarada》，在它其实它是一个它翻作的版本哦。最早这个版本在1958年的《Jose Prats》里头就出现过了，但是他把它重新改编之后，歌词也简化很多，大概就是说我只要散吧，其他都无所谓。
希望大家都有那个六零年代的圣巴的感觉，因为他觉得是巴西音乐最伟大的一段时期。那后来这个歌在2013-14年，黑眼豆豆还把它重新的改编，而且改编后想说，那我就把 Sergio Mendes 找回来一起合作翻唱这个歌。他年纪多大了 ？Sergio Mendes 啊，应该也有70上下吧。嗯。Samba sempre tudo, mas que nada. Um samba como este tão legal, você não vai querer que eu chegue no final. Oh, Ariaio, pau, pau, pau. 永兴啊，嗨，好像今天都大部分都是巴西的歌手跟音乐哈。对，因为我听了智利阿根廷很多，但是我觉得巴西的比较精彩。嗯，现在我刚查了一下那个 Sergio Mendes， 他今年刚好80岁，80了哈。对，嗯哼，哎，我们待会儿要放的最后一首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也是那个 Gio 对吧？或者 Gio， 对，我们前面有听到的 Cantino Veloso， 嗯哼，还有 Gilberto Gil， 嗯哼，跟John Gilberto。三个人合作的歌，等于三个大师合作一首歌曲。再为我们介绍一下三位的背景。Gilberto Gil， 我们上一次有聊到他，就是他曾经当过巴西的文化部部长，但是他在60年代跟我们今天听到这个 Cantino Veloso 也曾经被当时的独裁政府流放到欧洲去，然后流放了2年才又再回来，然后就各自在各自的音乐领域里头发展哦。那 John Gilberto 最有名的就是我们上一次播的 Girl Ipanema 唱歌的那个人，是啊，他们三个大师合作了这首歌曲，在1981年的 Brazil 专辑当中哦，在当时也因为他们三个的合作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你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确定就是这是。Cruella de Brasil 这个歌最早是1942年收录在迪士尼的一部动画电影叫做 Saludos Amigos， 而且这部动画电影的两个主角你应该都认识，一个叫 Goofy， 一个叫做唐老鸭。那 Saludos Amigos 这个歌曲当时收了这首作品啊 Cruella de Brasil 就已经红过了，可是当时的风格比较怎么讲，就是有铜管乐器，比较像 Big Band 的那种曲风。那我们待会听到的 Cantino Veloso 跟 John Gilberto 跟 Gilberto Gil 合作的这个版本非常的拉丁爵士，非常的舒服慵懒。歌名叫做 Aguilera do Brasil， Aguilera 是跟一根水有关是吧？ Watercolor 水彩哦， Aguilera 是水彩的意思，对，就是 Watercolor 水彩。Aguilera do Brasil， 巴西的水彩画吗？Brasil, meu Brasil, brasileiro, mulato enzoneiro, vou cantar-te nos meus versos. Brasil, samba que tá bamboleio, que faz gingar o Brasil do meu amor, terra de nosso Senhor.Abre a cortina do passado, tira a mãe preta do cerrado, bota o rei Congo no congado, canta de novo o trovador, a merencória luz da lua, toda a canção do seu amor. Quero ver essa dona salões arrastando seu vestido rendado. Esse coqueiro que dá cor onde amarro a minha rede nas noites claras de luar. Oi, essas fontes murmurantes onde eu mato a minha a sede onde a lua vem brincar. Oh, esse Brasil lindo e trigueiro,
samba que dá para o mundo se admirar. O Brasil do meu amor, terra de nosso Senhor. Abre a cortina do passado, tira a mãe preta do cerrado, bota o rei Congo no congá. Canta de novo o trovador, Americore, a luz da lua, toda a canção do seu amor. Essa dona caminhando pelos salões arrastando o seu vestido.永兴啊，是，连续两次节目听到来自中南美洲的歌声，我都想开一个都只听中南美洲歌声的单元。嗯，对，不管听得懂听不懂，是吧？有时候学两个单字也不错。Aguarela 水彩，是吧？嗯，这个对我压力有点大。嗯 ，Angel 是 kiss， 对不对 ？Mew is game 嘛，啊 ，Mew is game 嘛，就是我的计划，你看看，是吧？因为其实如果你挑比如说近两三年的中南美洲的歌曲，有一些有红到美国，像那个 Despacito， 嗯，就是其实这两三年中南美洲的音乐很多真的就像我们在听美国排行榜歌曲一样，有大量的饶舌嘻哈歌曲的占比，所以我们今天跳的这些歌跟我们上一集跳的这些歌其实都不是这近两三年中南美洲流行音乐的面貌了，就在市场上还有很多大量流行的歌曲真的就是跟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嘻哈饶舌为主的歌曲。那再加上那样的歌曲我觉得其实听十首有时候听起来像在听同一首，就都非常的像，所以我只有在上一次的时候挑了一两首那样的歌，是今天我就完全没有选那样的歌曲哦，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中南美洲它本来的那一些拉丁爵士雷鬼 ska 这些曲风这些特质我觉得还是比较吸引我的，反而它很欧美市场化的这一些歌曲我倒觉得没有让我特别的惊艳，所以就比较没有在这两次的节目里头挑那样的歌曲。今天挑比较近的也只有听到那个女歌手的作品，有叫Natalia Lafourcade 的歌，就那首歌比较近一点的话，其他大部分的歌都还是非常上个世纪的这些作品，可是我觉得它很耐听啦，就是它是给我一种比较 timeless 的感觉，比较没有那么也许很潮，可是你可能真的辨识不出它跟其他近期流行的歌的差异性有多少这样的。非常感谢永兴为我们带来好听的中南美洲的歌声，谢谢，谢谢。Meu Brasil brasileiro, terra de samba e pandeiro. E essas fontes murmurantes, onde eu mato a minha sede, de onde a lua vem brincar. Esse Brasil lindo e trigueiro é o meu Brasil brasileiro, terra de samba e pandeiro.